几之时几两沙含刚刚等耶稣的事情，本几十日子耶稣的学生堂甲几道听耶稣的人，显现风耶稣显出来起等劝几道沙，各个耶稣对几道沙讲：本日平安。几道沙都吓到甲不惊，因为几道沙相多看到贵，但系耶稣都反对几道沙讲。做咩你调查惊哎？做咩你调查唔相信哎？翻山去了耶！你去看阿叔甲阿叫，俩出兄哎！你去办哎甲看进来，人比多贵莫牛甲莫贵，但兄哎都住。阿叔见公婆的时节，佮也伸出阿叔甲阿叫搬去调查看。但是人比多几道沙恨铁太过分欢喜甲恨气多安其街几道沙都无乜相信。过后耶稣对几道沙讲：初里比二道沙有东西好食的么？几道沙都兼热热病的五本耶稣。耶稣都兼到来甲初几道沙面前耶稣食嘅病的五。过后耶稣对几道沙讲：俩出下爱识甲二道沙讲过一辈，几时时爱恨甲二道沙穷下爱识讲过。隆重初摩沙经书甲全上帝辈的人的经书，甲马斯摩经书方写到爱的辈发现出来。过后耶稣可以几道沙的思想。咩几道沙晓分明，隆重见书方写到诶，耶稣都反对几道沙讲。初见书方如写到，上帝派来一帮笨蛋为担安胎的苦虫，伊也未实现。但系第三日，伊未翻生起来，照上帝安排将诶。你调查出海有亲眼看到的两隆重事情，爱委派你调查去做阿证明，传两个好消息，大耶路撒冷传到本隆重民处，出海用阿名隆重有出的人，委得到原谅，还讲你调查爱相信甲爱改变，爱也委基本你上帝的灵魂。像上帝有听过的，但是你调查也蛮好出大耶路撒冷的详细，等到你调查得到的权力大天堂来的。过后耶稣出大耶路撒冷的详细，带领加学生甲基督团结的人，基督撒许多劝贝大尼亚的地方，耶稣都徛起加出来祝福基督撒。这只是耶稣和祝福等基督沙，耶稣都离开基督沙上天堂，基督沙也跪下去跪拜耶稣。过后基督沙都进耶路撒冷犹太欢喜，基督沙也安行去耶稣的最大的教堂行，见讲上帝安好甲见唱歌感谢上帝。